湄公河、东南亚的母亲河。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青藏高原的高山上，冰雪慢慢的融化，汇成了一条小溪，这就是湄公河的起源地。下湄公河由上游源头的融雪、数百条支流和季风气候滋养着。沿着这条河流，各地的人们给它取了不同的名字。流经景洪时，傣族人及大多数中国人称它为澜沧江。流经泰国和老挝之间，成为两国的边界河时，当地人称它为孔，泰国人则称它为湄南孔。当他离开老挝进入柬埔寨时，当地人称他为东雷孔。最后流入越南，他被称为点。在湄公河三角洲处，这条伟大的河流生产出许多的河道，这里人们称它为九龙。湄公河从源头到它的入海口全长为4909公里，是世界的第十大长河。沿着湄公河，当地人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利用这条河流。在中国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附近，人们把它视为神圣的河流，这条河流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意义重大。从景洪到下游，河流是生命的来源，它提供了食物、交通运输和安全。一项研究指出，超过6000万人的生活生计与湄公河流域富饶的自然资源息息相关。居住在河岸的村民在沿河的沙滩上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虽然这种农业是季节性的，但它为村民提供了全年的食物保障。泰国河岸菜园的农产品为周边国家的人提供食物。泰国北部的数个主要批发市场把湄公河河岸的农产品分发到了更多的当地市场。湄公河流域至少有1300种土著语种，仅次于亚马逊河。湄公河下游流域的淡水鱼年产的经济价值约20亿美元，是世界淡水鱼产量最为丰富的地区。边界的湄公河生态系统复杂，这里聚集的浅滩、漩涡、沙滩和支流都是当地村社重要的捕鱼区。
当地的渔民对这些生态系统了如指掌。